塞，是哪个小宝宝这么厉害呀？妈妈就拿个洗的功夫就把妈妈的背背踢倒倒了呢？是小猫踢的吗？还是小狗踢的呀？哎呦，不对吧？小狗这么乖，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呢？是不是？肯定就是你这个破猫！看我不把你给打，我打死你，死狗！个破狗，馋狗，大傻狗！哎，你就馋到这种地步，那玩意你能喝吗？活腻了，你活腻还敢还手？我又不是不给你吃，人家把我馋进宠物友好，明天就有宠物能吃的无糖奶油啊！你吃奶油，我就喝我最爱的乌鸦嘴血，这累计销售六亿杯，我起码能贡献了三百杯吧！乖乖小狗，还会奖励小徽章呢，下次呀还带你去吃。只可惜我们糊涂宝宝这次没有吃到呢。哎，不过妈妈嘴里面还有一点奶味，你也不要尝一口呀。这样也算知道。